是啥？哎，狐狸耶，狐狸耶，狐狸狐狸狐狸，摇这边狐狸，狐狸狐狸，喂，狐狸狐狸，拍哦哦哦哦哦，狐狸狐狸狐狸，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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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在咬蘑菇。哎，他是不是连观察者都会看到啊？好像有感觉，他一直，哎，好可爱呀，看。我觉得没有吧，附在他身上。哎、啊欸，他不可能跑一跑跑到睡着，好不？好可爱哦！好了，本集精华就在这边了。不要生存了，我想养这只狐狸。不懂，其他人的死活不可能。啊、我要看着这只狐狸直到结束。这一切都这样过了。虽然他虽然没有办法驯服，可是可以把他就是圈起来养。真的吗？圈起来养。对呀、啊，它可以生吗？我这样可以，可以叫它干嘛？它可以啊，我它可以，它可以用美果引诱它、啊。鬼鬼可以吗？可以养 啊, 啊，可是它不会跟着你走。哦，就跟那个，就是你只能给它圈养而已，泥马一样。哦，可是它的小狐狸生出来的小狐狸就可以养哦。哎、啊，是意思是生出来以后它就会看到你就把你当妈妈？对。对，可是那时候你要把他的妈妈带离开才行。把他妈妈干掉。妈妈就是他妈妈。你要把他，对，哇，你讲的好婉转哦，我还真的相信了哎。他妈妈，把他妈妈打。好，打妈妈，打他妈妈。他是不是咬着香菇在睡觉啊？对啊。太可爱了，这就是所谓吃东西吃到一半睡着了吧？可惜不是雪狐哎。雪狐是全白的吗？对啊，在冰原地形。已经换材质包就变雪。我听错吗？他在打呼哎、欸。有吗？有啊，你听。那是会动啊，那个声音，声音，声音。你看，你看。有哎、欸，狐狸打呼。如果你把字幕开起来，就会看到。好，我先开字幕。你怎么开字幕呀？有好生物。有声音，有声音，狐狸打呼。好像哼哼。有，那个选项音箱那边有字。我想象音响。哎呦哎！那、啊、你打呼，你看。狐狸打呼。他不是啦，他是咬幸运兔脚啦。你从下面往上看呐、啊。原来是兔子脚啊！突然变得好血腥的感觉。啊！我杀他。我也是啊，人家吃肉嘛。可是他咬的应该是杀人兔吧？他咬不赢吧？因为他不是说没有开放一般兔子，全都是杀人兔。他可能是玩家遗留下来的啊，的脚。有可能谁打死那个兔子不剪脚？哎、欸，我怎么感觉他是把那个脚放在下面当枕头啊？那饼垫在上面睡觉。我刚一开始想说，哇，这是肉球啊，不对。我想说，这是蘑菇在咬着蘑菇在睡觉。我以为是蘑菇。一群人在这里看狐狸。睡好久了，他是猪吗？而且还睡到打呼。大声点。这个打呼声居然跟我舅舅有点小相似啊！那一块的音效基本上都是从现实弄进去。这说不定是哪个工作人员竟然坐梯子哎！哇，泱泱在那个哎，岩浆河哎！我按到，白痴哦、喔，干嘛吓到我？按过头，按到离开了。我在调那个声音，按得太重，按到离开。你是想在地表乱跑，思考人生？那可能在找那只狐狸吧。哎、欸、呀，找到商人嘞、欸！商人哇，我去看他，我去看他。对，穷人这样。那个啊，商人 NPC 牵着两只羊驼在那边爬。哦，你说你找到吗？有啊。哦，他在追着商人在逃了，快打啊！商哎，商人旁边是狐狸啊，狐狸也跑了，嗯、欸。啊，商人，他不理商人，哇，他无视了商人，羊驼还不错，你想清楚哦，不要被咬死哦，一下就死了，那我跳不上去啊，
他走了，他走了。希洛子这么惨哦，这个兔子被缓速了。那兔子想咬他，可是兔子走好慢哦。哦，兔子放弃了，兔子放弃了，腿太短。要玩上了，狐狸之叫。他居然吃猪肉！哎、欸，他要下去了。哎、欸，他是要把自己毒起来吗？拿这个毒，我……嗯，他发现毒错。觉得麦块应该要新增狼，在晚上也会学狼叫啊。狗跟狼都要在月圆的时候学狼叫。只是麦块其实不要怎么记得月圆不月圆，因为都是帮。我要就是让人家知道今晚月圆呐、啊。什么是鱼骨惩罚呀？挖五百个东西，要八百，对对对对对，对不起。嗯。哎、欸，泽平补血了。哎、欸，真的耶。有吗？没感觉、啊。自己自己位有啦。他又吐血了啦。扣回来了。又可以去打那个排位了、啊。至少跟刚刚比起来多了一倍。咬他，咬他！他带着我的头哎、欸，没办法，人家挖不到帽子。嗯，郑俊云看着我的脸，我真是帅爆了。他们两个，不对。我的，哎、欸，泽平挖到钻石了！哇，真的假的？来看泽平，各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哎、欸，而且还很多哎、欸。他已经在那边，可以不要打排位了吗？在那边滑手机，抛个文了，我挖到钻石了。跟那个排位的人讲说，哎、欸，等一下我挖到钻石，等一下。边打卡，又给血。哇哦！哎、欸，黄队。你怎么有人血剩那么少啊？汪汪啊，汪汪血剩那么少。汪汪每次都不知道为什么血会变这么。你为什么血剩那么少？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到哎、欸。然后他每次都惨血活到最后的那一种。哇。哦，又停下来了，周平。哦，黄队这个真的是会窒息耶。看一下黄队。紫队现在到处都是。团团，你也在排位吗？他们为什么放了一大堆的熔炉在地上？对啊，会窒息耶。天花板也是啊。真的假的？哈，是在弄邪教仪。召唤神龙。哇，他们是在烧很多铁吧之类的，烧石头，搞附魔，可不可以拿一炉是啥？不管他们要做什么，我要走了。哇，团团已经要全身钻石装了，对吧、啊？没有，他就投一而已。他擦脚、哦、他擦脚，还有手上的剑，他们是装钻石都直接拿来做装备，好像是吧？他没有稿子啦，已经有附魔台了、欸。我、哦、是觉得要做武器比较好，是不是？金苹果，他们做个什么其他有的，或者是给大家一人一件钻石。都在这个峡谷看到梯子，在干嘛？钓鱼。他们在挖水哎，他们要干嘛？这个人在干嘛？哈基。谁呀、啊？哈基哦。他刚刚装水倒水。
欸，他们装水要做啥呀？熔炉太多了吧？他们是有大量铁矿要烧的，还是说只是怕有人走过去，可能这是什么鬼地方？大概懂了。先做个无限水源，把没有水桶的人捞水出来。来种，不会只有南瓜种子吧？我的天啊！这么厉害，这个看起来是小麦啦。没有废矿，应该是拿不到南瓜种。吓人用的吗？哎呦，会吓人哦！他也在花牌位赛吗？就我们一开始而已，就没有什么大战的那个。有啊，每次都这样啊，前面会打就打、啊，不懂了，后期都是 B 战啊。瑶只是在想他要怎么样跟录影跟大家观众，他接下来要录什么？他没啥动哎、欸，他在沉思吗？他在想题材。我觉得史上第一个。有没有史上第一？不要，反正他是在录影，他就算做什么都没差，到时候剪掉就好了。我来看一下。我亲爱的泱泱在做虾米，他把我的头拔了啊！没价值，他刚刚都钻石装出来，还不把你头？泱泱没有用处了，他们居然会合了！他们很厉害，这样都能会合？可以啊，怎么不可以？是我违规迷路啊？那是你啊！你怎么都还会迷路？欸不对，泱泱也会迷路啊。对啊，我刚刚是同胞啊。你把人家跟你比，他至少比较聪明一点、啊、我也很聪明啊。他之前都一个人活到，他之前都是活到只剩他一个人的时候，他也是。我觉得他很厉害耶。泽平也很厉害，这个你用血活到现在。关于生，可恶，这中间有一点，不如去看刚刚那只狐狸睡觉。找不到刚刚那只了，我刚试着找他，找不到了。哎，晚上应该是醒的吧？哇，刚刚不应该离开那个狐狸的。对啊。哎，没有关系，泽平上面有地表就有看珠算。叫什么？珠。哦。我看到了。哇！不过他们种的树种都没长大、啊，好好奇、哦。对啊，所以我才在想到底会不会长大啊？都没有动过，还是他们种太密了、啊？没有啊，橡木可以啊。一格高，然后好像是要多少七乘七？宽吗？五乘五就好了。杰克，干嘛？杰克的鞋。他们开始内讧了耶，骷髅弓箭手。天哪！狐狸，你在哪儿啊？在小岛屋。反正所有的动物都只会在原地转圈圈，不会走。我的问题。
这里有猪跟鸡，然后他们都只会在原地转。他们在跳舞啊。哇哦，杰克有没有机会挖到钻石嘞？往前往前，又钻又钻，往前又钻又钻又钻。哇哦，是钻石钻石，还有青金石。哇，来入口一下。准备了，准备了，这钻石是钻石，还有青金石。哇，炫爆了，炫爆了。虾米？当当当当当。哇，金矿是金矿。然后就是狂挖，嗯，跳水，看一下泽平，嗯，又是 King 盾的，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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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他们都没什么挖到黄金，还是没有挖到平？该不会等下杰克又要说？有人挖过的地方，有人挖过的地方。看杰克在哪？不要啊！这里会有可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。感谢鸡鸭苦吗？对吧、啊？不要在我的台提到别人。